哎，盛放的小姨妈来了，看这是什么，我儿子悄悄给我买的，好开心啊，我们一起拆开来吃它吧。看，已经打开了，果然是我亲儿子送我的小蛋糕，都这么可爱，那我就撕开尝一尝喽。我儿子说他把他今天所有的零花钱都拿来买这个小蛋糕了，好感动哦，哇。我好喜欢吃蓝莓的，我儿子说蓝莓护眼，然后我就好喜欢吃，哇哦，果然儿子买的东西什么都好吃。撕开，哇哦哇哦，里面全是草莓夹心，真的可以说儿子真的就是妈妈上辈子的小情人，最知道妈妈喜欢干什么。哇，这太好吃了吧。嗯，我一个人感觉都能吃完这一整个了，太好吃了。这个位置居然还有那种皮，太好吃了吧。我在想，我既然都已经吃了，我索性就一次性吃完，不然我老公回来他肯定会说，儿子怎么光给我买没给他买呢，他不得说我儿子偏心。呵呵，一次接了一大半。太好吃了。你们说我能不能一个人吃完这个呢？我一个人吃完够意思吗？哇哦，粘住了，哇，这粘性真高，不愧是好吃的蛋糕，哇塞，啊，好大一块。怎么办？吃药真的吃完吗？我老公会不会说我呢？他会不会发现呀？嗯，好纠结，再吃一口。累累，还能看，剩下的给我老公留着吧，不然他又得说我儿子太偏心了，只爱妈妈不爱爸爸。关注我，你说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，毕竟我是吃不胖的小姨妈呀。